耶、yeah, 魔法手杖。来，这个时候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魔法手杖这个奥秘哈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东西哈。它你只要有手杖免费拿的或者是买的都没关系，你一定能抽到金矿的车，三次以内已经可以，要不然我抽给大家看，一次、两次。好，钓鱼给大家看好了，我开出模式了啊。钓鱼首先你要有一个黄金钓鱼竿，要有一个黄金鱼饵啊，黄金钓鱼竿装上去，随便钓都是大鱼。不信我钓一只给你看。是吧？大鱼就跟大家讲过了，闭嘴啦！因为空白键的跑案哦。